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昨天哦，老爹收到一个挑战通知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TANKWANTO， 老爹干嘛啊你？里面有老爹挑战他四次失败的这个图片哦，没问题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老爹你太弱了，打不赢我。好，没问题，你的挑战书老爹收到了。那么现在，老爹又要来强化了。老爹已经把这个二郎抽到三星。那么因为啊，之前都竞技场都维持在第一名哦，所以这阵子啊，老爹有点荒废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老爹的这个征服卡都二星而已哦，而且我都乱洗哦，我都没有洗哦。我都是什么防御力啊，什么防御力啊，我都乱洗，我都乱用啊，各位观众啊。然后啊，我想要升到三星啊，这个晶片都不够哦，晶片很不够哦，我的身心卡够哦。那么呢，老爹啊，因为想练太多角色啦，我的晶片都拿在哪里，你们知道吗？都来这里啦！我练的这个第七只角色啊，我这个用到六星啊，很花晶片啊。没关系哦，还有深海王这个啊，也是六星啊，也很花晶片啊。那么老爹暂时先不还原啊，先不还原，我就这样子打。如果今天打不赢的话，没问题，老爹会再强化上去。好，没问题，老爹又有新对手了，太好了！你的挑战通知书，老爹收到了。那么我们先买一个东西先，超商，礼包区，靠腰，没东西买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还能增强什么。老爹的征服卡洗得乱七八糟啊！坦白讲啊，好，没关系啊。如果今天打输了，老爹在搞这个，我们今天就来挑战我们的。昨天老爹一直输啊，打不赢这个二郎啊，什么血印啊、二郎啊、闪光啊，都打不赢哦。那么老爹刚刚好调整一下速度哦，调整一下速度，好来，我把 King 改到三速了，二郎二速。那么我们试试看这样子的竞技场，老爹能不能打赢？我们先挑战我们的阔鱼老公，阔鱼老公跑到第八名啊。那么最近这个有三个人，我觉得变蛮强的哦，血印、二郎。还有闪光，完全没问题。我们先挑战这个阔鱼老公，一个改版啊，又一堆高手上来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好，没问题，阔鱼老公也有二郎，他的钢铁骑士干了六个，老爹的二郎砍了一个二，没问题，220万。再来，春卷，大力一点，好，没问题。何丹 K， 480万，这边还有四只哎，还有四只，没问题。这钢铁骑士真的很软啊，靠腰啊，软趴趴。钢铁骑士根本就撑不住啊！现在好像没有人用钢铁骑士啦，真的很少看到啦。好，老爹有九颗气，二郎砍了四个二，何丹 King 350万，对面只剩两只了。
好，先来到武打生的节奏。他的僵尸侠看了一个僵，被老爹一个追击。流水扛塞肯，九十二万伤害。流水扛，我也流水扛塞肯。好，我们的独角兽考了一圈，五打二的节奏啦。二郎，没问题啊，我们的二郎开了两个二。好，过于老公只剩一次啦，完全没问题。我有预感哦，我等下打另外三个人可能都打不赢啊，我真的有这种预感哦。目前都没有人放钢铁骑士啦，我是不是要把它放下来啊？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。好，何大吉，我们的僵尸侠依旧开了一个僵，打好久啊，这个真的打很久哎、欸。好，再来流水钢塞肯，你们要打到民国几年啊？好，二郎开了个二，好，再去七十一万，大力点了，你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五打一啊，不要闹啦。好啦，赢了啦，赢了啦，应该赢的吧，不要闹啦，不怎么去呀、啊、好，没问题，击败我们的阔鱼老公。再来，老弟有打输这个闪光，来，我也有闪光加乱世啊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来，靠腰啊，他放大象啊，靠腰啊，黑，他是黑光啊，不是闪光啊，啊，闪光跑去哪、啊、我到底是打出黑光还是闪光啊？闪光啊，闪光在哪里啊？啊，在前面啊，你这个黑光哪来的？哦，我们留在第三名的雪翼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来，原来一个叫黑光，一个叫闪光啊。好，我们仔细看一下哦，对面完全都没有放钢铁骑士哦。老爹想要把钢铁骑士给下来了、哦，没有人放啊。然后再来，仕方のない。对面的 King。八百四十万，我们再来。我的老爹的二郎开了六个二，三百二十万。我的 King 没有气发大招啊，我的 King 没有气呀、啊，靠腰啊，这样会抢气耶，怎么办啊？这样不行啊，各位观众啊。钢铁骑士这样子会抢气呀，我可能要改个阵容啦。我的，是一颗气，可是我们的 King 撑不到那个时候啊。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。King 直接躺下来了，我知道问题点在哪了。我们的 King 放不出大招啊，怎么办啊？来。我把钢铁骑士放下来哦。好，这样子试试看。来，挑战第三名的雪翼。这样我该不会要金属骑士？我练得很认真练的哎。好，来，对面的二郎开了六个二。仕方のないこと。何大吉，六百六十万。好痛啊，靠腰。好，老弟的二郎也开了六个二，造成两只内伤。仕方のない。何大吉，
430万，现在来到6-3的节奏，老爹可能要下钢铁骑士啦，难怪昨天都打不赢啊，打不赢他们三个啊，大家都把钢铁骑士拔掉了，我的钢铁骑士可是重金培养的，难道没屁用了吧？啊，再来！終わりだ。くたばる。好，他的二郎带走老爹的二郎。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。喝下去。280万。对面还有3只，老爹还有5只哦，我还有5只哦。来，5-2。这个真的打很久啊，不是我在讲啊。流水干赛剑。我的欧团好硬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，老爹的欧团啊，硬的跟什么一样啊。好，继续5-3。5-2啦。2郎310万。喝下去。130万。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把钢铁骑士拿下来之后，老爹只死了一只就打赢了。好，我们再来挑战第二名的闪光，我也有闪光加乱世啊，还有近视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对面的厉害，开了3个屁。好，二郎开了一个二。他有钢铁骑士哎，他有放钢铁骑士哎，好，有放钢铁骑士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春卷820万啊，很痛啊，颜值3啊，600万，靠腰怎么那么痛啊？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。喝下去，220万，我只剩2只啦。怎么还有这么强的一刀流啊？好，我们再来。2-6是要怎么打、啊？好，钢铁骑士干了6个，他的屁还自爆了。春卷31万，哈哈哈哈！你自爆了，闪光，闪光你自爆了，你在干嘛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！你不要这样啊！你自爆啦！赢得莫名其妙啊！靠腰啊！真的是赢得莫名其妙啊！2次打6只啊！我也是醉啦！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这个浪费时间了，我们直接跳过了。没问题。最后是打赢了我们的闪光，再来挑战目前的第一名二郎 Hungry Wolf。 好嘞，没问题，应该打不赢他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老爹怎么输啊。我的，来，老爹的二郎开了6个2，造成89万伤害。对面的二郎也开了6个2，造成21万伤害。没问题，菠萝蜜340万呐、啊。好，老爹的核弹 K 520万。奇怪，怎么看我都会赢啊？好，没问题。现在来到6-5的局面。好，6-6。我们再来。老爹的欧团靠了一个欧。没问题。
終わりだ。好，老爹二郎又开了五个。終わりだ。くとぶ。我觉得打这个二郎可以用钢铁骑士哎，我觉得打这个二郎可以用钢铁骑士哎，我说真的。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。好，合格金，450万，都差一咪咪啊。这个最后是输掉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果然输掉了。但是我觉得可以再改一下阵容哎。我的钢铁骑士上来又可以打赢欸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因为他可以让老爹有这个足够的气哦，可以让 King 开大招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嘞，钢铁骑士干了六个，造成三个，造成三个受伤，二郎开了六个。好，終わりだ。くとぶ。我们的 King 应该可以开出大招啦。好，有三颗气啦，我们的 King 可以开大招啦。来，仕方のない。喝大 King， 630万，靠腰每个都残血啊，每个都残血啊，威力不够啊，靠腰啊，威力不够啊。到底阵容该怎么调整呢？老爹再来研究一下，这个核弹 King 的威力差一点点啊，然后他又慢慢补起来嘞，又慢慢补起来嘞。好，我们再来，九颗气。好，老爹二郎又开了六个六，六个二，五个二。好，二郎直接狙击。何大 King 有没有机会再开到一次大招？何大 King 啊，靠腰，我的何大 King 被踢掉了，真的打不赢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好了，没关系哦，老爹哦，持续抽我们的二郎，然后老爹今天会把这个征服卡、哦、给洗一下、哦，给洗一下、哦。那么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二郎，你等我啊，你等我啊，大家，拜拜。